魏老师，赶紧叫开始吧，别给他太多休息的时间。老师，快点开始吧。现在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肖院长。肖院长。肖院长。莫凡，你也下来吧，没有必要非搞得鱼死网破的，对你自己以后火院的发展也没什么好处。嗯，您说的也对。向魏如老师认个错，向全体火院的学长学姐们认个错，毕竟是初来乍到。这个，好吧，肖院长说的对，我向火院全体老师和同学真诚道歉，这次是我太冲动了。啊！就这么结束了？不是说好一个一个道歉过去吗？就这样结束，也太让人火大了吧！啊！让周总和他打下去！让周队！肖院长，若是不能让他挨个低头道歉，我们火院还怎么在学校立足啊？魏荣啊，真要打下去，这个周通不一定是莫凡的对手，他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，周通怎么可能胜不了他呢？真的？嗯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利害关系。对，打下去！都给我闭嘴！今天我已经对你们很失望了，这场挑战到这里，也根本没有再进行下去的意义。原本我是想要让火院里的每一名学员都成为精英，成为出色的法师，所以对于中途加入的转系生才会这么苛刻。可现在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没有比绝大多数火系学员更弱，你们真要对他有不满的话，就在之后的时间里用正常的方式，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起哄挽救了一点点自尊。自尊这东西是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拼出来的。我衷心希望有一天哪位学员能在这个转系生全胜的时候将他打败，那才是对我们火院最好的交代。现在全体解散。